欧阳家的三个姐妹目前在演艺圈中各自都有很好的发展，而最近欧阳妮妮也晒出家庭旅游的照片，还有三姐妹难得的合照。她先是在限动中分享跟妈妈一起拍小短片，傅君在影片中相当年轻，完全也是可以加入变四姐妹的状态。妮妮还放上自己在家庭旅游中特别化妆的美照，另外还有跟欧阳龙、傅君以及其他亲友一起举杯开心的画面。另外妮妮也特别发文发出两张难得的三姐妹同框照，网友也惊叹三个人竟然都能这么美，这种颜值实在太犯规了。也有人说18岁的欧阳弟弟像是两个姐姐的综合版，久违的三姐妹画面美到不行，短时间内也吸引了2.8万人按赞。而欧阳娜娜也PO出自己在4月最后一天的美照，照片中她绑着辫子，上面还有小花，迷人的样子也调出好友邓紫棋留言漂亮。只能说欧阳家的神基因真是让广大网友太羡慕了。